白大拿变相封锁纳甘诺，骨头焦恩琼斯与泰森副理隔空叫阵，纳甘诺会被截胡。我们今天说一下综合格斗界发生的大事件，同时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UFC 总裁白大拿这是有多恨纳甘诺。纳甘诺签约 PFL 的消息刚登上格斗热搜， UFC 几乎同时宣布了在 UFC 292的两场重磅对决，斯特林与蜜糖的雏量级冠军战，以及张伟丽与莱莫斯的草量级冠军战。然而这很难压住老铁的风头，白大拿紧接着也官宣了几组 UFC 291的豪华配对，让钻石与大聪明盖奇争夺 BMF 头号狠人的头衔。此前 BMF 拥有者马斯威达尔退役， BMF 腰带处于空缺的状态，钻石与大聪明的对决也会是 UFC 291的头条大战。不仅如此，白大拿宣布在 UFC 291中前轻重量级冠军简布拉乔维奇与前中量级冠军佩雷拉将进行重磅对决，轻量级的传奇人物夜魔将对阵鲍比格林，保罗科斯塔会跟豹王伊克拉姆交手。话说保罗科斯塔此前一直在跟狼王齐马耶夫隔空喊话，科斯塔是不是脸盲把豹王当成了狼王？神奇小子汤姆森会跟巴西的另一个佩雷拉，节目效果好到爆炸的米歇尔佩雷拉在次中量级交手。在重量级中，黑野兽德瑞克刘易斯会迎战马克思罗杰里奥，迈克尔基耶萨跟凯文霍兰德也会在次中量级交手。一期数字赛硬是塞了一场头条跟六场联合头条，虽然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冠军争夺战，但是硬生生塞进了五位前冠军或者临时冠军与众多打过冠军战的人气选手。白大拿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还是故意不小心？一时间放出这么多消息不是冲着纳甘诺去的，我是不信。纳甘诺签约 PFL 的消息讨论声小了很多，仅发酵了一天后，很多人又把焦点放在了升重上去的佩雷拉能否在轻重量级站稳脚跟，头号大聪明盖奇能否加冕双头衔，把头号狠人的腰带也收入囊中，或者轻量级曾经的杀神叶师傅夜魔能否终止五连败。众所周知，纳甘诺离开 UFC 很重要的原因是想去拳击擂台大捞一笔，当年在泰森副理的比赛现场二人相似一笑，老铁便偷偷私定终身。然而泰森副理是何等的老奸巨猾，他不光缠老铁的身子，副理表示我想打 UFC 冠军，至于谁是冠军我无所谓。虽然副理依旧在网上斗一下老铁，给这场跨界战继续保留无限的可能，可转脸也跟现役 UFC 重量级冠军骨头焦恩琼斯开始隔空叫战。最初是 UFC 知名评论员乔罗根引战，说把琼斯跟泰森副理关在一个房间，最后走出的人是骨头琼斯。于是副理跟琼斯便开始隔空喊话，骨头表示进了笼子你不是我的对手，有疑问请找我老大白大拿。泰森副理表示要不要跟我来一场拳击赛，别说什么大拿，直接找我，拳击领域我是老大，哥带你飞。 So if you want to come into a boxing ring and fight me, be my guest, let me know. You don't have to call anybody else, no Dana's nobody, you call me, because it's a boxing fight and I'm the boss in this game. You're a great fighter, John, but you're definitely no boxer, that's for sure.泰森副理真是个渣男，一边吊着老铁，一边又约琼斯打拳击，妥妥的脚踏两只船。签约 PFL 的热度被白大拿强行降温，心心念念的泰森副理转眼又跟琼斯眉来眼去。不知各位吃瓜群众对纳甘诺的未来是喜还是忧？喜欢拳击与格斗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是阿良，我们下期再见。